9月11日，电影票房 Top 5。第五名，逆鳞，排名与昨日相同，豆瓣评分 5.4， 上映20天，当日票房179万，累计票房1.7亿。第四名，姥姥的外孙，排名与昨日相同，豆瓣评分 9.0， 上映20天，当日票房189万，累计票房1.12亿。第三名，抓娃娃，排名与昨日相同，豆瓣评分 7.4， 上映58天，当日票房220万，累计票房32.98亿。第二名，异形夺命剑，排名与昨日相同，豆瓣评分 7.5， 上映27天，当日票房326万，累计票房7.28亿。第一名，重生，排名与昨日相同，豆瓣评分 6.0， 上映27天，当日票房530万，累计票房3.96亿。以下是昨天电影票房榜前十名的完整榜单。我是爱看电影的老李头，关注我，每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影票房资讯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明天见。